好，这个关于权力啊的解释啊，这个题目是东吴大学系主任黄秀端翻译的政治学的书啊。他的这本书呢，特别是关于政治系统论的啊，我们下礼拜要讲啊，不，明天就要讲系统论，很明显的。有一题就是从他的书上来。好。答申论题啊，最重要就是条理分明，啊，切中要害，不是答得多就会分数高，啊，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啊，能够掌握精华啊精髓最重要。等会我们来谈政治学与演进啊，这个主要的对于考选择题的同学可能有用啊，有不少题目是在这里面。但如果申论题的话，我已经说过啊，你除非考研究所，你是考国考的话，都没有考啊，现在都没考这个。所以，我们下面一段呢，可以用划重点的方式来请同学注意就好了。就是说，哪些会考选择题的啊？那如果你不考选择题的，其实可以不用太在意了。那就把标题背背吧，啊，内容就不管。啊，政治学的演进啊，里面一开头就谈到汤马斯·孔恩的科学革命啊。汤马斯·孔恩不是我们的政治学者，但是他却是提出政治学的典范啊，谈到典范的转移的啊，他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啊，他著作是《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structure. 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革命结果，孔恩，这是他的书名啊。科学，所以呢，政治学的典范呢？也经过了3次的大的变化，啊，第一阶段就是传统主义，第二阶段行为主义，第三阶段呢，有人叫后行为主义啊，可欧洲的学者就比较不强调后行为主义，啊，他们甚至会用一个比较时髦的名词叫后现代，啊，后现代，不过。这不重要了啊，因为太争议性的是不会考了。第一阶段主要是政治哲学挂帅，这时候是以规范理论为主题啊。这面啊，我们有要介绍一些的大思想家，很快的介绍好不好啊？很快的，您能记记，不能记也没什么关系了啊。在希腊时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讲过这两个人。
中古世纪是圣奥古斯丁、阿奎那。圣奥古斯丁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强调政权跟教权、教会了 church 啊，这神权的分开。他写了一本书呢，《City of God》啊，上帝之城呢、啊，他就说上帝之物归上帝呀、啊。凯撒之物就是凯撒之物归凯撒，就是把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把它切开来，就是说神权归神权，啊，政权归政权，政教分离。所以最重要就是政教分离，这个一政教分离啊。所以西方为什么有制衡？为什么东方没制衡？因为西方是政权跟教权可以互相制衡。中国皇帝就是天子啊，所以中国神权跟政权是合在一起，所以就没有制衡观念了。你们了解吧？西方政权跟City of God 就是上帝的城啊，跟世俗的城啊是分开的啊，City 啊就城是分开的啊。这个是奥古斯丁的贡献。那阿奎那呢？最简单了，自然法，你只要记"自然法"三个字啊，你就差不多抓到这种重点了。上帝有上帝的法，世俗这个国家有国家法，但是中间有一个叫自然法，啊，自然法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就是自然法啊，你不能违反这。我们常说普世价值就是这种东西，自然法，这是阿奎那的贡献。马基维利就是君王论嘛，我们刚刚跟你讲君王论，也有人他说他为现实主义之父我，啊，就近代政治学之父我就是他。那个如果是这找不找政治学之父，当然找亚里士多德。可是近代的话呢，近代而不现代啊，近代的话那是马基维利的君王论了。从契约论是三个人啊，一个霍布斯，一个洛克，一个是卢梭嘛。哦，那这个三个人呢，霍布斯啊的著作是，我们台湾翻译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利维坦》，另外一种就是叫做《巨灵》，都是指国家了。因为它这个是来自于基督教圣经的启示录的一个怪兽啊，它就国家就是那种的所谓的啊，利维坦但国家可以帮助人们脱离所谓的上古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啊。这个是霍布斯的观点。霍布斯说，在上古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所以呢，需要找一个国家来保护人民。他再坏的皇帝也比啊自然状态好，因为自然状态是弱肉强食嘛。他讲一句话很重要，狮子也会老。狮子老的时候，还不是就被别人吃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皇帝，或者说强者，在上古社会，你多壮没用啊！你老的时候还不是被别人吃掉？所以呢，大家就在一起签约，成立一个国家。可是呢，他显然是支持君主。政治的，那洛克更进一步的就说，洛克的政府论是批判霍布斯的，说那坏皇帝也对人民也没保障，所以他就进一步的讲，上古社会人们其实是快乐的，但是牵涉到很多财产分配的等等，还是需要有国家，所以呢。人民只是让渡部分的权利给国家，如果国家没做好，人民有权把它推翻。
所以契约论最早啊，不是洛克，是霍布斯，但是主权在民，那就是洛克，我们要分清楚吧啊。霍布斯是支持君主制度的，君主专制也可以了啊。那洛克就反驳他了，那洛克呢，就是主权在民。啊，那你说卢梭呢？卢梭其实有点像鼓吹革命呢，就把他的那个他的社会契约论，就民约论啊，作为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法国啊，路易王朝的等于是什么革命的那个宣言书一样的，所以民约论其实是。有非常强的那种的所谓的啊革命啊的那种推翻这个政府的那种的号召力了，哦，弥勒就是也有人翻译成穆勒啊，那弥勒有两个啊，一他们是父子啊，一个叫詹姆斯弥勒，他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家。他培养的这个小儿子厉害啊，这个那个叫做约翰弥勒。我们今天讲的弥勒其实是小弥勒，不是大弥勒。那小弥勒，青出于蓝呢，胜于蓝，比爸爸还有名呢。所以，我们今天讲弥勒其实是小弥勒，那老弥勒我们有点忘了他，因为功利主义大师里面，边胜比老弥勒还有名呢，所以大家都记得。功利主义就讲边胜，啊，所以这爸爸其实就没那么有名但是儿子有名啊，儿子这个弥勒就写自由论了。我们常说一个人自由与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就是弥勒说的嘛。那弥勒无论是。